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弹射世界的半周年活动。那弹射世界的半周年总共送出了一个免费170个烟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来记录我们这个免费的170个烟抽。那当然一天是没有办法记录完这个所有的抽的，所以呢我们会分成17天，那我会记录我每一天抽取到的10抽的反应。那17天后这部影片应该就可以到 YouTube 上跟大家见面。影片开始前，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，才不会错过弹射世界的第一手资讯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OK，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一次10连抽，让我们一起来祈祷，直接抽出一个李黑吧。好，10抽，4张金色，给我弹珠台，给我弹珠台。哇，抽到新角色，这个是海兹。好，对，怎么按这么快都没有东西？哇，又一个新角色，这是什么？瑞尔，以前我没有抽到过这一只。哎，有弹珠台了。哎，弹一下。不过左边好像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不在右边弹，可恶。好吧，今天第一天的实验抽就公布。那我们把这个一抽也抽完。我们每天进行这个11抽好了，就是这个付费的10抽也会把它抽一下。那这个一抽理所当然，什么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回来再接着抽明天的10抽。好，今天是第二天的免费10连抽。同样我们会进行这个11抽，就是先把付费的抽完，然后会把免费的10连抽也抽一下。搞不好最后靠这个单抽就直接抽中我要的五星了，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免费10连。好，祈祷出乙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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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乙黑。白色，哇，弹珠台。哇，左边好多彩球。哎，往左弹啊，往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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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可惜，好吧，至少出了个弹珠台。这个十连抽，再出一个弹珠台，说不定就中一黑了。哎，这个四个金光，奥伊欧，爱丽丝，哇，弹珠台了！哇，就是这旁边，哇，弹也弹太快了吧！可恶！哇，你今天已经出两个弹珠台了，这样还有机会吗？一黑一黑一黑，哇，新角色，那个萨满还不错用。哇，好像没有弹珠台了。哇，来来来来，哇，碰一下碰一下，哦，一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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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太好了。哇，那太好了，第二天的实验抽就直接出一黑了。那这个卡池里面的其他角色，我的需求度没有那么高。哇，又来又来。但是如果有的话，真好，还是就差一点。哇，今天出了三个弹珠台，还是四个？好吧，但是只要有中李黑呢，那就没关系了，出了一张我要的五星。后面这个卡池里面的其他五星就随缘吧，看能不能够再补到其他洞。那今天就先拍到这边。好，那今天是第三天的抽卡，我们要先从单抽开始。昨天已经抽到乙黑了，所以我现在这卡池已经哇哦，好，再一个，哇、哦，疼到疼到，这什么？哎，又一张乙黑，哇，那现在两张乙黑也可以突破一，给我来一点其他的这个卡池的五星啊！好，免费10抽，4张金色，来，我们一起祈祷可以再出一个弹珠台。通常10抽有弹珠台的几率还蛮高的。啊，又是白卡，感觉我的四星应该也可以补到一些洞。啊，不是它，剩三颗。哇，小雨，这个四星的方天果还蛮好用的。哇，来了弹珠台，这会碰到吧？碰一下。好，出什么？哦，这个牡丹花火师，这只角色是这一期的雷属性。好，那这个卡池已经补到两张五星了，剩下的就是堕天使，还不错，看看明天可不可以再出一张五星吧。好，那今天的抽就先抽到这边，明天继续加油，大家明天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，虽然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同一部影片，那今天是第四天的十连抽。那这次的五星大奖里面，我们已经中了两张李黑跟一张花火师。那今天看看能不能够再出一个多天使吧。先从付费的这个一抽开始。
好，说不定今天又坦白。好，没有，昨天这个付费的一抽就直接抽到乙黑，超幸运。好，免费十连抽。我现在好像是每天的免费十抽，不论有没有出五星，他好像都一定会跳弹珠台，所以我们看今天会出什么吧。哇，弹珠台这么快就来了，碰一下碰一下，哇，这个可以碰那个，碰那个彩球，碰那个彩球，碰到，出什么？哇，又一张乙黑，这我的第三张乙黑了。该不会这个免费抽抽完，我的乙黑可以满图？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弹珠，太有了！哇，这个可以碰到，出什么？哦，火狼，可惜没有补到洞。其实我还蛮多角色需要补洞的，像是雷拳、水炭什么的。哇，弹珠台又来了！哦，这次有保底，碰一下，随便碰一个金色，碰一个金色，哇、哦！可惜，好吧，差一点就可以再碰到一个彩球了。但是今天也不错啊，出了两张五星，虽然两张都是可以让我突破上限增加的。好啊，那剩下的就明天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免费十抽的第五天。那我们这一期的卡池里面剩下没有的就只有这个堕天了。那祈祷这一期能够出这个新角色吧。一样，我们会先从这个付费的单抽开始抽。那我有一天是这个单抽好像就直接出了李黑，那可惜今天运气没有到那一次那么好。好，接着是这个十连抽，现在就是五十多抽了。那我现在目前是每一天的十抽都好像有中一张五星吧，而且每天也都有跳台，所以祈祷今天能够延续前几天的好运气，再接再厉，让我们把堕天使也拿回家。好，祈祷堕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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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次感觉好像快转完了。哎，来了，刚说完就来。哎，中间那个，中间那个，中间那个很好弹啊！哎呀，好吧，四星。哎，是我没有的，暗冲。那这只角色消除强化不错用，除此以外比较一般。好，然后最后一张，可惜。那今天是第一次的免费十抽，没有中到任何五星哦。接着我们明天再见。好啊，那今天是第六天的免费十抽。今天因为维护公告，所以等级开放到150等，维修的比较久。那今天一样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堕天，因为目前里面新角色里面就差这一张没有。先从免费单抽开始。堕天，哦，昨天在直播说那个抽卡的时候要一直喊角色的名字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一直喊着堕天的名字，看会不会出这个堕天吧。好，祈祷出堕天，堕天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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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张金色的，第一张是棕色狼。多天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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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天使。哇，难道这个魔法没有效果吗？今天都要抽完了。哇，弹珠台来了，弹一下，弹一下啊！这个什么都没有啊，不行，今天可能没有。哦，还有啊，好，太好了，多天使，多天使，弹一下，弹一下。哦，这下面还有保底，太好了，出多天使。哎，那个各位观众，跟你们说，这个魔法是有用的。抽卡的时候，建议你们就直接喊出那个角色的名字，这可以增加抽卡抽中的几率。这个经过我们的实测，发现喊什么角色就会出什么角色。你好骚啊！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过如此，才在上一个弹珠台里面失手，没想到下一个弹珠台就出现了这只角色，哎，真是别有一番感慨啊！那我们今天的实抽就抽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明天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七天的免费十连抽。那乙黑的卡池也会在明天结束，所以我明天的十连抽应该也不会再抽这个乙黑卡池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期待有一个 happy ending 吧。首先就是单抽出彩球，然后十抽撒花完结。撒花的意思就是出一堆彩球啊，还没有，好吧。那期待我们的十抽这次还是能够有一堆五星吧。happy ending。好，那这次看起来金球好像比较少一点，但是只要有弹珠台就没有问题。就像这样，我们的结尾就要结束得很漂亮。那后面呢，希望能够再补到更多洞，这个冰魔女士我已经有的。好，在完结的撒花篇多出一点五星吧。弹射台，弹珠台，弹珠台。哇，感觉好像都是一堆没有什么用的三星。来，最后一颗球创造奇迹。没有，好吧。那免费十连抽的这个乙黑卡池我就先抽到这边，总共抽了77抽。
77抽的总成绩是出了7张五星，其中包括了3张里黑，然后这次卡池里面3个 up 的角色我们全部都拿到了嘛。另外还拿到了一张冰魔女跟一张火狼，这两只角色并没有帮我补到洞，但还是有五星都不错嘛，至少不是满的。好啊，那这次的10连抽的记录就先记录到这边。那下期卡池出来之后，我们一样会接着记录这个免费的170连抽，那就到时候大家再见哦。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，我是达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